宗教所刘玉佳教师，硕士论文附二。他后来念博士班有漫画专长，为弘扬佛法底线线学术研究用途。最新梅州绕境进香一道一。第四章绕境进香文物展。第一节展示内容。镇澜宫文化大楼五楼展示天上圣母绕境进香文物展。展示如何诠释动态的仪式与香火的脉络。本章节绘制展示空间平面图，陈述展示物件内容。图五到零，绕境进香文物展平面图 ，S 等于1/100，笔者绘制。五楼天上圣母绕境进香文物展的部分展示，即 IP2/IP4 区，是镇澜宫前往梅州进香的照片物件。大陆福建省仙游县龙井宫的进香仪式队伍。展示说明版说明，自民国77至89年前往大陆梅州进香的历程。策展人江大甲妈祖梅州夜祖进香与新港绕境进香仪式皆放置此楼层展出，企图诠释何种进香脉络。意义区展示庙宇的神明 ，IP 一区展示妈祖绕境进香的步骤、队伍特色。IP 五区展出镇澜宫的董事会组织成员。IP 三区是镇澜宫新庙落成活动及三献礼。策展人在展示中诠释庙宇组织与地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意义区展示物件。进入五楼的天上圣母绕境进香文物展，在意义区以灯箱投射古镇澜宫庙门全景、今镇澜宫庙门全景、大甲市区空照图，诠释古今镇澜宫外观与地区环境。图五一一到一，以图片说明镇澜宫各殿供奉主神，镇殿妈祖、开基妈祖、梅州妈、正卢妈、富卢妈、观音佛祖、祝圣娘娘、伽蓝尊者、文昌大帝及神龙大帝、十二星宿，这代表传统民间宗教信仰庙宇的灵力来源。图五一一到一神像，图五一一到二彩船，图五一一到三花鸟柱，图五一一到四彩排，图五一一到五席龙，图五一一到六36天罡兵器。馆方放置船只模型物件，图五一一到二船身书有保威号。这是高雄宝兰宫的捐献物。民国77年镇澜宫建教时，大甲妈祖南下监造建教彩船。彩船监造完成后，高雄古山居民请求留下妈祖神像，并集资新建宝兰宫。保卫号模型船上有令旗，代表彩船航行，神明将带天巡狩之意。图五一一到三古镇澜宫的花鸟石柱，柱上刻有牡丹、凤鸟，雕工精湛，虽然色彩剥损，但仍可见昔日风采，应是清末民国初年台湾庙宇的流行式样。图五一一到四只是对彩排兵器。大甲妈祖绕境进香活动只是对的彩排，作为仪式的前导开路，这仿照古代帝王出巡的仪式队伍。彩排分别是肃静、回避、镇澜宫天上圣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套只是对彩排兵器是信徒为民国95年2006年丙戌年进香所捐献制作。每件兵器彩排都有金属制的牌子，书有捐献信徒或公司名称地址。图五一一到六另一组36执事的铜制兵器是民国77年甲子年首次往新港绕境进香使用。36天罡、72地煞为标准的神器，分为大小二组，作为妈祖銮驾的护卫。大组是龙头杵、偃月刀、大斩刀、蛇矛枪、凤尾叉、
方天凳、军镰枪、如意枪、月牙铲、文匕首、朝天凳、三尖刀、六角杖、扶腰剑、掌日杵、龙头拐、凤尾扇、指印玺共18件。另一侧放置小组兵器有龙头杵、七星刀、九环刀、火尖枪、三股叉、单毛戟、赵军枪、犁头枪、鳌鱼斧、五环手、立瓜锤、三尖枪、降魔抓、伏魔错、掌月杵、凤头拐、凤尾扇、五营令共18件。为姓竹的李万春先生制作纯铜兵器。部件后为信徒捐献的飞虎显圣旗。此区展示中央放置鹿港席工艺名家成万能作品龙翔千玺图5×1:5。镇澜宫董事会所购的席制品。龙的尾部铸有镇澜宫宫徽，龙年的元宵节于镇澜宫广场展示的工艺品。2P3 区展示物件。2P3 区的展示全是镇澜宫与地方紧密的关系。图五 IP 3:1，民国69年古镇澜宫拆除，神像移至镇澜大楼，盛况空前，大批民众护驾随行。民国73年镇澜宫新庙落成，天上圣母安座典礼及庆典活动，更是地方大事。镇澜宫举遍天上圣母安座典礼之桌球、象棋比赛、晚会表演。柔道比赛、跆拳道比赛、传统民俗技艺竞赛等，地方民众皆共襄盛举。民国73年镇澜宫新建落成典礼，妈祖安座。镇澜宫遗骨里，天上圣母安座行三献礼祭典仪式，图五 IP 3:2，包括行冠喜、行雅献礼、献爵、献传礼。镇澜宫引用骨礼作为祭礼。进行妈祖庙落成的庆典，令全国大众耳目一新。镇澜宫香火鼎盛，每年春节庙方都利用庙前广场举行花灯工艺展。镇澜宫于民国81年引进大陆广东佛山的花灯，提供大众信徒欣赏。馆方展出民国81年、82年、83年、84年、85年、86年、87年、88年元宵节花灯展活动照片，图五 IP 3:3。除了应景花灯之外，董事会开始增购民俗工艺品，也为丰富文化大楼的文物收藏。图五 IP 3:4，12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席雕作品。鹿港万能席铺成万能制作，于民国89年在镇澜宫广场展出。民国90年，镇澜宫广场展出的胶纸烧作品，是嘉义新港陶然居林光仪的作品。图五 IP 3:5胶纸烧作品有：关公、韦陀尊者、观世音菩萨、魁星、伽蓝尊者、风神、雨师、摩斯阎龙王。此外，图五 IP 5:5福禄寿三仙。在 IP 5区有才子寿铜铸工艺品、麒麟铜铸工艺品2座、观世音菩萨铜铸工艺品。镇澜宫搜藏之宗教工艺品，庙前广场展出后移至文化大楼展示，但工艺品与进香物件并置陈列，是否合适呢？此外，馆方展出镇澜宫活动照片，如民国76重建奠基、镇澜宫诵经团成员、民国77庆城齐安建教人员、77镇澜宫图书馆落成、图五 IP 5:4、79年文化大楼奠基。以上位于 IP 5区。民国78年镇澜宫捐赠大甲警局巡逻车、消防队救护车。民国87年明华园歌仔戏团表演。民国88年浴佛节浴佛仪式。同年国立艺术大学演出随驾戏。全是镇澜宫与地方的紧密关系。图五 IP 3:0 IP 3区展示陈列方式。
图五 IP 三到一，神明一架，图五 IP 三到二，三线里，图五 IP 三到三，花灯展。图五 IP 三到四，习工艺品，图五 IP 三到五，胶纸烧，图五 IP 五到五，铜工艺品。IP 五区展示说明。图五 IP 五到零 ，IP 五区展示陈列方式。图五 IP 五到一董事会照片，图五 IP 五到二政要莅临，图五 IP 五到四文化大楼奠基。镇澜宫的组织，自民国67年改制为财团法人，这代表妈祖进香活动改为由镇澜宫董事会管理。进香活动因董事会有系统管理，参加进香人数年年倍增。馆方展示民国67年第一届董事会，第一届董事会北港董事合影，72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王金炉任董事长，民国88年第六届董事会严清标任董事长，郑明坤任副董事长。政治人物莅临镇澜宫照片，说明政治支持宗教运作，也加强了镇澜宫在信众心理的强度，奠定镇澜宫在台湾妈祖信仰圈的地位。展示有民国77年行政院长李焕莅临合影，民国80年李登辉总统与省长宋楚瑜莅临合影，83年李登辉总统赠郑海安蓝匾额莅临合影，民国88年连战副总统莅临合影，刘宗凡立为与董事会合影，泉州妈祖庙董事长莅临合影，说明镇澜宫与湄洲祖庙的妈祖系谱关系。IP 二 IP 四展示物件说明，图五 IP 四到零 IP 四展示物件陈列方式。图五 IP 二到一湄洲进香，图五 IP 四到一香火袋，图五 IP 二到二香单，图五 IP 四到三印件，图五 IP 四到四香火袋。IP 二 IP 四展示镇澜宫湄洲进香的照片，共156张。湄洲进香相关报道，以下说明照片内容。IP 二 IP 四区部分属于福建先有龙井宫的进香物件，则移至下一张湄洲进香讨论。北港进香历史悠久，是宗教盛事，但因为名为北港业祖进香，被媒体社会大众说为大甲妈祖回娘家，大甲妈祖成了北港妈祖的分灵。镇澜宫的香火位阶低于北港朝天宫。之后，董事会向妈祖直告，得妈祖同意，直告决定时间后，由三妈参与进香，董事会组队回湄洲妈祖祖庙业祖进香。民国76年，西元1987年，农历8月29日，由董监事董振雄先生先恭请三妈，先到日本大阪。其余董监事才于农历9月3日出发前往日本，再转入大陆。妈祖成道千年纪念，中国福建湄洲与天后宫向各地广发邀请函，欢迎各地妈祖庙和信徒回祖庙参加庆典活动。同时，民国76年，西元1987年，国历10月卅日，农历9月8日，镇澜宫董事恭请三妈祖凌晨自泉州出发，搭船前往湄洲妈祖祖庙，受到当地居民以阵头热烈欢迎。随后在妈祖祖庙进行业祖仪式，并请三妈与祖庙过夜，即是回娘家，并前往妈祖出生地贤良港天后宫祖祠祭拜。当时政府虽解除戒严，但未开放大陆探亲旅游。镇澜宫董事们首次到福建省湄洲岛湄洲妈祖祖庙进行业祖进香，
参加纪念妈祖升天1000周年典礼及妈祖石雕像奠基典礼。请回湄洲祖庙妈祖神像、湄洲妈、石印、香炉和香火、神碑一副一二区展示。前往妈祖诞生地及莆田贤良港，参观妈祖故居极乐峰天后祠及寿风景。回国时，在国大代表陈川和立委刘宗凡的协助下，顺利入境。当晚，大甲全镇热闹非常，共迎三妈与湄洲妈祖入庙奉祀。妈祖回娘家，湄洲妈到镇澜宫奉祀，同时也澄清大甲妈祖不是由北港朝天宫分灵。展出的照片资料有：一、民国77年湄洲业祖进香。农历9月9日，镇澜宫董事长王金炉、董监事与信徒组成200人的进香团，自湄洲祖庙举行业祖进香，并进行三献礼祭典。二、78年湄洲业祖进香。镇澜宫与董事与信徒组成200人的进香团，农历3月23日举行业祖进香，并与湄洲祖庙缔结至亲庙。位于湄洲岛对岸的贤良港天后祖祠，据说建于宋代。镇澜宫与祖庙缔结为至亲庙外，并为贤良港天后祖祠圣父母开光安座。圣父母安座仪式，先由县龙井宫组成传统仪仗队，这些仪仗队所使用的物件，已在文化大楼展示，向圣父母表达敬意，并欢迎台湾的镇澜宫。同年农历9月9日，国历10月8日，镇澜宫董事长王金炉及信徒共4300多人，往湄洲祖庙及贤良港业祖进香。镇澜宫将贤良港天后祠的圣父母姬庆公、姬庆夫人恭迎渡海来台奉祀，并带回致赠书纪念其印件 IP4 展示。三、78年湄洲业祖进香。农历9月9日、国历10月8日，镇澜宫全体董监事会再度前往贤良港，为镇澜宫所捐赠的妈祖诞生地牌坊进行剪彩。四、79年湄洲业祖进香，捐赠仪门。农历9月9日，妈祖信徒2000多人参加湄洲妈祖祖庙纪念妈祖成道1000年庆妈祖石雕像奠基。镇澜宫所捐赠圣旨门举行落成剪彩典礼。祖庙的谒陵亦有台湾的抢香团体投香、二香、参香、赞香，并进行古礼三献礼。湄洲祖庙致赠中外同生朝拜旗帜留念。五、80年湄洲业祖进香。农历9月9日，各地镇澜宫信徒分会、丰原慈圣天上圣母会、屏东天上圣母会、台中天上圣母会前往湄洲业祖进香。六、81年湄洲业祖进香。农历9月9日，前往湄洲祖庙贤良港天后祖祠业祖进香。七、82年湄洲业祖进香。农历9月9日前往湄洲祖庙贤良港天后祖祠业祖进香，并于贤良港天后祖祠主持捐赠的钟鼓楼启用仪式。八、85年湄洲业祖进香。农历9月9日前往湄洲祖庙贤良港天后祖祠业祖进香，庆祝泉州湄洲祖庙天后宫建宫800周年。九、88年湄洲业祖进香。镇澜宫董事会新任严清标董事长，郑明坤任副董事长，原拟大游轮首航赴湄洲祖庙业祖进香。农历1月18日、国历3月5日，已进香的各组织仪式队伍到莆田市区绕境，因政府政策未能达成，改搭机前往。十、
1989年梅州夜祖进香。农历6月14日，国历7月15日。原本依宗教交流的目的，以包租船舶的方式经第三地前往大陆夜祖进香。镇澜宫在延清标极力促成海峡两岸宗教首航。西元2000年大甲妈祖迁徙祈福世纪盛典梅州妈祖文化节的活动，最后因政策因素仍以飞机模式前往。自种植北港进香的香单再度出现在这次的进香图 5IP2-2 香单，前往梅州祖庙祈天万年香火，进行割火仪式。馆方于近期民国95年4月将香单竹楼展示于 IP2 区。镇澜宫首开台湾庙宇先例，在解严后前往梅州祖庙进香，受到媒体的关注。馆方搜集相关梅州进香的书籍报道，陈列于展示柜中。人间杂志出版《千年妈祖报道梅州进香》《梅州岛简介》《大甲妈祖纪念捐赠遗门》《镇澜宫出版品》《妈祖传大陆出版》《今日台湾梅州进香报道》等。文化大楼五楼天上圣母绕境进香文物展的展示档照片资料，特重梅州进香。圣父母宝像渡海来台奉祀，咸良港天后祖祠所赠的圣父母印鉴。印鉴及代表地位身份的表彰，圣父母的灵力到达台湾。镇澜宫前往梅州进香，梅州妈祖庙所赠的平安符香火袋图 5IP4-1 图 5IP4-4。妈祖升天地出生地天后祖祠的香火袋来到镇澜宫，代表香火妈祖祖庙分灵至台湾，强化镇澜宫的香火地位，并非北港朝天宫的分灵。策展的董振雄先生重视这方面的收藏，遂在强调进香的脉络。梅州进香仪式是镇澜宫的夜祖寻根之旅饮水思源。有梅州的夜祖进香，镇澜宫是梅州祖庙的分灵，也开启台湾庙宇赴梅州进香的热潮，更确立镇澜宫在台湾妈祖信仰的地位。五，夜二去展示物件。在镇澜宫的进香历程中，自日据时代到民国76年，镇澜宫都是到北港进香，但馆方展出相关北港进香的物件数量稀少，仅历史照片，民国49年正副头家，民国58庄一对，60年进香香单人员图 5IP5-3。整个展示的重点在新港绕境进香 IP 一区 1-2 区展示和梅州夜祖进香 IP 二区 IP 四区展示。在五楼展示区的中心位置 1-2 区1999年泉州天后宫赠与镇澜宫文化大楼落成的纪念物，妈祖出巡时的天后宝座雕刻精美的古亭图 5-2-1。图 5-2-2 上层香炉是大甲妈祖绕境进香使用的香炉，下层右侧香炉是镇澜宫自梅州祖庙请回的香炉，西元1987。下层左侧香炉为镇澜宫建教香炉。图 5-2-3 咸良港妈祖出生地天后祖庙赠与镇澜宫的香炉。夜祖进香仪式是祖庙与分灵之间香火的传承，馆方展示的香炉即有这层面的意思。图 5-2-8 梅州妈祖升天千年纪念印鉴。图 5-2-9 金属玉材质的镇澜宫供应。图 5-2-8 2002梅州岛铜印咸良港祖庙天后宫所赠镇澜宫印鉴和印鉴展于 IP4 区。图 5-2-7 镇澜宫第四代与第六代住持印鉴原本遭盗贼窃取，失而复得，从苗栗警局领回后加入陈列展示。
策展人借印件说明庙宇的历史渊源，企图解释大陆妈祖祖庙与镇澜宫的关系。九霄天上圣母真经是妈祖信仰思想的诠释，展示图五页二到四镇澜宫所印行的天上圣母经版本。图五页二到五告，信徒捐献竹子制告，而告与神明沟通的工具。图五页二到六碑，镇澜宫董事在民国76年赴梅州祖庙进香，带回台的神碑。图五页二到七，每年进香仪式使用代天巡狩令牌及庙宇住持印件，镇澜宫供应，除了彰显妈祖地位，镇澜宫的地位诠释。图五页二到零一区展示陈列方式。图五 IP 五到三北港进香。图五页二到一天后座古亭。图五页二到二香炉。图五页二到三香炉。图五页二到四圣母经。图五页二到五碑教告。图五页二到六碑。图五页二到七印件令牌。图五页二到八镇澜宫印件。图五页二到九镇澜宫供应。图五页二到十神教头针。图五页二到十一头旗的旗头。图五页二到十二凉伞。图五页二到十三妈祖神教。图五页二到十四日月宝架。传统庙宇的空间概念以中央为尊，展示的中心位置在说明进香仪式的思维脉络。展示区中央是妈祖神教，诠释仪式进行的队伍组织，并以 IPR 区的进香队伍照片与物件，企图表达仪式的步骤、进香组织、仪式特色、抢香团体。妈祖神教是整个进香仪式的重心。图五页二到十二凉伞。也称华盖，是古代帝王外出的伞盖，也是妈祖神教行进时前导的华盖。凉伞行进时取以逆时钟方向转动，取地球自转，生生不息之意。凉伞的刺绣内容，上层八仙曹国舅、韩湘子、吕洞宾、蓝采和、汉钟离、李铁拐和仙姑张国老。镇澜宫天上圣母文字，中层双狮戏珠，下层双龙拜塔。布条民国岁赐饼子仲春吉旦，进献者姓名。图五月二到十三妈祖神教，神教顶有辟邪的挂网和教头针。图五月二到十一座小灯两盏，蓝与红灯，亮红灯表示休息，亮蓝灯则代表行进。神教内有正妇孺两尊进香妈，梅咒妈共三尊妈祖神像，千里眼、顺风耳两侍从护驾。神教内有香炉、净炉、净茶炉丹，还有代天巡狩令牌，大印五营旗。大轿由八人抬着，其余有二十人随时替补。神教班人员穿着号挂。道寺庙宫向庙中的神明行礼，问礼行礼的仪式，礼行大小礼，向前走三步行礼，走三步蹲，向左三步行礼，走三步蹲，再向右六步行礼，又回中央行礼，都以左脚起步。沿着妈祖神教经过的路径，信徒会在家门口准备香案，香案上会准备水果、鲜花、香、平安巾、金纸。有的店家准备长椅，椅子上放上平安巾、金纸，期待妈祖神教停放在长椅，将灵力透过金纸转化拥有妈祖的灵力。释放大量长炮、冲天炮，来减缓妈祖神教行进的速度，也意味欢迎妈祖的到来。妈祖神教未到时，路上已排着长长的人龙，准备叫脚。透过神教经过身体上方，带来福气与神明庇佑。有时因人潮过多或时间因素，
神教班的人员将黄底黑字的令旗放置妈祖神教门前，意味隔断了俗世污浊。图五月二到十四日月保驾。霸教善以日月代表宇宙阳阴力量的意思。霸教善仪正面绣有双龙朝珠文字为大甲镇澜宫。另一面绣有龙凤呈祥文字为日月天上圣母。行进时护卫妈祖，所以立于神教后方。绣旗队是妈祖神教队伍前导，图五月二到十五。代表妈祖现身显灵时，旗海飘扬。绣旗图案是龙朝圣母，飞凤吉祥，色彩以黄、橘色、红色为主。8P 乙区展示新港绕境进香队伍组织照片，爆马仔突五 IP 一到一，头旗开路鼓、秀旗、弥勒团、太子团、少角队、庄仪队、36执事、教前吹、两伞、神教、诵经团、受缚组、交通队、清溪救援队、环保组、自行车队、机车队。进香物件。爆马仔的酒壶、罗烟斗、图五 IP 一到二进香活动备章、绕境进香手册工作人员备章、香条、香火袋、平安符、代天巡狩令牌、五营旗、图五 IP 一到七。五营旗黄、红、青、黑、白之代表天地四方、中一方及护守地方之旗。进香仪式乐器，进香仪式音乐队伍有。少角队叫前吹。展示仪式使用的乐器有少角、拔、锣等。进香是一种灵力的传演。图五 IP 一到三，图五 IP 一到五展示空间共展出八组香旗，诠释着历史脉络。民国四欧年代的北港进香香旗，76年再度赴梅州夜祖进香香旗，77年的新港进香香旗等。香旗诠释主庙与分灵的关系，也是庙与庙之间香火的传递。关于新港绕境进香的仪式，有八大典礼，图五 IP 一六起驾仪式、祝寿大典、回驾典礼等。民国88年连战副总统共请妈祖安坐起驾。起驾仪式，严清标董事长福教郑明坤福驾。88年头香、二香、参香、赞香。87年的头香、二香、参香、赞香。86年头香、二香、参香、赞香抢香团体祭拜。仪式祝文齐安祝文。天上圣母绕境进香回驾典礼之祝文。图五 IP 一到八，这是民国77年首次赴新港绕境进香的祝文。妈祖毕生施法语。甘露真则有原名，降祥就是千余年，显赫威震我台江。神的仁慈应人求，台湾宝岛永兴隆。新港大甲善缘节，但愿情谊千秋在。香火缭绕永不息，钟鼓远播万古传。相关的进香宣传品有1999大甲妈祖文化观光节的 CIS 企业识别系统、海报、说明书、简介、纪念 T 恤、中国时报进香系列介绍、县政府邀请函。数集报道，台中县立文化中心出版大甲妈祖进香。1999年 TVBS 杂志严清标要做台湾小教宗大地杂志大甲妈祖出巡民俗曲艺25期大甲妈祖进香传。图五 IP 一到九乙亥年进香录影带，镇澜宫董事会制作进香内容影带，协助大众认识进香仪礼特色。图五月二到十五绣旗，图五 IP 一到一爆马仔，图五 IP 一到二进香物件，图五 IP 一到三北港进香香旗，图五 IP 一到四抢香团体香旗，图五 IP 一到五族庙香旗，梅州夜祖进香香旗，新港绕境进香香旗。
图五 IP 一到六进香仪点，图五 IP 一到七五迎旗香条，图五 IP 一到八仪式祝文，图五 IP 一到九进香物件报道刊物进香录影带。